什么？这怎么可很痛吗？哎，不要怕，主啊，请你不要把我命给带走，请你把他身上的痛都转到我身上吧，请一定要救救他，拜托你。我好怕，难道我要独自面对死亡吗？怎么是你啊？啊，一起玩呐！来呀！可以乱涂呀？怎么不可以呢？人生在世就是要有大作为吗？你看，这是我的艺术品。你们男孩人是不会欣赏的。哎，你是啥的？其实这样也没什么不好，好过面对冷冰冰的家。三、二、一，跑！你一整晚去了哪里？你知道我很担心啊。结婚累了，我们下次再谈吧。我要睡觉。君娜，我在跟你说话。Thank you.
没接你什么？你去哪里了？你知道是有病还乱跑？没有啦。等一下，我话还没有说完。你最近到底在搞什么？怎么都没有去化疗？等一下。这是什么？你不要告诉我，接吻累了我睡觉。回答我，这个到底是什么？你每天三更半夜才回家，都是为了这个吗？你在玩命吗？你要怎么跟死去的爸妈交代？好了，够了！你根本就不知道我要的是什么，更不要说什么担心我。你怎么了，刘姐姐？我们从来没有吵过架的，她一直都很疼惜我。好了，你别想那么多了，我有好东西给你用。你放心，没事，你吃了这个什么烦恼都没有了。姐都一直忽略了你内心的感受，每天只想着工作来帮你筹手术费。没有关系，这已经不重要了。姐你知道吗，最近我常来这里，这边的海真的好安静好舒服哦，可是我还是觉得很孤独。真的很对不起，不重要了。现在的我已经不孤独了，因为我有你。姐，你可以再唱一次妈妈常常唱给我们的歌吗？我好想再听一次哦。蓝蓝的天。只想来转转。